比赛时间都开始了，一时半会还真不知道躲哪好。看到搜捕者已经开始行动，只能在墙上先观察一会，然后准备跳到树顶上躲避一下。这一条精准吧，但这个颜色的植物太显眼，换一下变成了一个木桶。搜捕者开着扫描过来了，这家伙好像有点憨，站在那一动不动。他终于跳起来了，但还是站着一动不动。他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跳跃方法，不过有点跳过头了。趁他离开再变成一个宝箱。现在就剩我一个伪装者了，没想到这个位置居然能躲到现在，看来这批搜捕者还是太年轻啊。这个叫落叶香的应该是看到我了，正在一点一点地靠近我。哎呀妈呀，突然冒出一个搜捕者，吓了我一跳。不过两个搜捕者都跳到树顶，却都站不稳，掉了下去。在这个树上还有二十几秒，既然被发现了就换个位置好了。他在追我，不过想要抓到我没那么容易。哈哈，时间到，估计那个大小姐的搜捕者会哭晕在厕所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